个姑娘说让我亲她一口，给我一只鲍鱼。我是那种为了一只鲍鱼两只鲍鱼而低头的人吗？对吧？哎呀姑娘你小看我了都，对吧？不是那种人。不会为一只两只鲍鱼而亲一下。哇哇好重啊。再来老兄。老干妈来了，加一点。这醋酱油。哎这一锅齐了，齐活了。给我个双击，双击给一个。开盖有。锅盖又丢了。得着。都是他惹的祸，对吧？不解恨，哎，下怎么办？没有锅盖了，光看你也不给我双击，屏幕点两下啊！今天可算有鲍鱼吃了，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。那姑娘给。那脸被亲了，都肿了都。嗯，这爽滑，这丝滑，我感觉还是比较值得的，是吧？只不过就是那个女的稍微亏了一点，把她那个脸给亲了，跟个猪头一样。让你愿不愿意？这些鲍鱼我吃不完了，要不你亲我几口，我也给你点鲍鱼吃吃。光看你也不给个双击啊！小蟹，蟹，哎呀，可以哈，就是水黄，看到没有？水不离滋的把它这个塞去了。哎呀烫起风了啊，你看就是它就是水黄你知道吧。我又知道你说又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像的屁。块大肉，双击，香螺这个东西就是好吃、简单、方便。哎，你看，它没有说什么不能吃的地方，你知道吧？除了说壳不能吃，谁不知道壳不吃啊？对不对？其他它都是很香的，知道了吧？啊，不知道、哦。你要喜欢吃就给我个双击，可不可以？扛，跟个飞机一样，扛。看得到吧？扛。双击。还有一个爆头，我给他留着吧，留着给双击的老铁吃。那我吃什么？那我没得吃啊！算了，我还是我吃吧。我发现我好坏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，
就是那个墨，这就是那个墨囊，你一掐破它，它就黑黑的，所以我不想掐破它。摘破了下边，最有学问的地方，看看后面，我们都进港了。啊！